最近因为疫情已经在家办公第六周了，那么在办公之余，让我们一起来活动一下。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跟我一起来做天鹅臂。那么我们先活动一下，准备开始喽。那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。基础的天鹅臂动作就是大臂带动小臂，然后像天鹅一样的挥动你的翅膀。注意手一直要到手尖，全身进行发力。这个鸟的叫声就是给我最好的配音。那运动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呼吸，一定不要闭气。接下来就是手臂向上进行挥舞。现在你可能觉得有点累了，一定要坚持哟。接下来就是继续长长的延伸你的胳膊向两端。抱歉，那是我们的狗查理。他想叫我陪他玩球，但是我现在正在做运动。现在可能会觉得很累，但是一定要继续坚持哟。乌鸦都在给我配音，可是我做的是天鹅臂啊，喂，我又不是做乌鸦臂，哎，管它呢，继续坚持吧。好的，现在活动一下你的肩和脖子，拉伸一下你的两只胳膊。接下来我们继续，要画大圈哟，继续挥动你的翅膀，不要停，继续。
现在你开始感觉到酸痛了，活动一下你的脖子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交替上下进行挥舞翅膀，上三下，下三下。好的，我们接着做侧平举，将你的手指尖延伸向两端最远的地方。现在可能觉得很累了，要继续坚持哟。调整呼吸，深深的呼气，吸气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陪你玩。不论什么都不能打扰你继续坚持运动的决心。现在拉伸一下，活动一下肩膀，放松一下肌肉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进行的就是挥舞翅膀向下，并且尽量的两只胳膊向后伸。等一下嘛，查理。那做天鹅臂的时候，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你的两肩下沉，然后胸膛要挺出来，并且呢要吸气收腹、收臀、提臀。活动一下你的 triceps， 就是你白白肉的那个地方。现在我们双手向上挥动画圈，要保持微笑哟。现在向左右两边各自拉伸一下。现在我们继续挥舞双手，大幅度的从下到上进行挥舞，想象你自己拥有一对天鹅般美丽的翅膀，你要尽可能漂亮的伸展它。
深呼吸，现在绕小圈，画小圈。坚持，坚持。宝藏。现在一定很累了，还有3分钟，继续坚持哟。微笑哟。虽然生无可恋，可是还是要继续哟。还有不到2分半钟喽。活动一下你的脖子。拉伸一下你的胳膊，进行一下侧边伸展。接下来将是两侧的一个伸展动作，那么收紧你的小腹，夹紧你的屁股，吸气，呼气，挺胸抬头。这个动作对于塑造腰部两侧的曲线非常有帮助，请继续坚持。换边，继续，记得保持微笑哟。很累吧？继续坚持哟。还有1分多钟就要结束了，请继续坚持。拉伸一下你的胳膊。深呼吸，接下来让我们来完成最后一组动作，挺胸，坚持坚持，外面有鸟在叫，他们是在嘲笑我吗？坚持，微笑，还有半分钟，请继续坚持。做一组最后的拉伸，拉伸一下胳膊的后方，活动一下脖子和颈椎，你会感觉肩胛骨前所未有的放松。明天再见了，拜拜。